说人情冷暖，诉世间百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今天我订的宝马 X6 到了，提车时发了个朋友圈，然后和好友一起吃饭作为庆贺。饭还没吃完，我的电话就响了，是前夫肖磊打来的。喂，在干嘛？和朋友吃饭，什么事儿？雪儿周六想去娱乐城，你有时间一起吗？我低头想了一下这周的日程安排，可以挪出半天时间。周六早上我给你打电话。雪儿是我和肖磊的女儿，离婚后归她，肖磊是我的初恋。我曾经以为我们会相爱一生，共赴白头。他是我大学同学的表哥，十多年前他爸妈在佛山供了一套房，算是小康家庭吧。他长得挺帅气的，就是身高不占优势，还没有我高，偏瘦。不过我觉得他性格温和，不抽烟不喝酒，对我也挺好的，便不在意外貌身高了。在同学的牵线下，我们两人顺理成章地走在一起了。婚后，我们和他爸妈一起住，我在附近的房地产公司上班，肖磊在舅舅的公司当货运司机。刚开始，我和婆婆相处的还算可以，每个月给2000块钱作为家用，逛街时也会买衣服、包包给她当礼物。我那时候天真的以为自己把她当妈，她也会把我当女儿看待。但当我怀孕、辞职工作、在家里养胎时，她对我的态度就变了。话里话外的意思是我不赚钱，在家里白吃白住又懒惰，孕妇容易犯困。我早上睡到9点还没起床，她就故意拿着扫把、拖把的搞卫生。弄出巨大的声响把我吵醒。下午他去打麻将，安排我做一家人的晚餐。我厨艺一般，以前家务做得少，现在要挺着肚子做三菜一汤，对我来说有点吃力，便让他早点回来，两人一起做饭。他说他手气好，一天能赢100，不赢多点钱，一家人喝西北风啊。哪个媳妇儿不要张罗一日三餐，一天做一顿饭就喊累，别以为自己是个娇气的公主。我不想把关系闹得太僵，便忍了下来。肖磊的工资卡在婆婆手里握着，我们结婚后也不肯交出来。从恋爱到结婚，除了一起吃饭看电影是她买单外，我没花过她一分钱，就连产检和买补品的钱也是用我的积蓄。10月怀胎，我生下了一个白净可爱的小姑娘。生产时，由于我的身体原因，只能剖腹产，花了1万多块，然后报销了一部分。就这么几千块，婆婆就逮着这事儿说了一遍又一遍。怪我浪费那么多钱，却生了个赔钱货。他还要求我快点把身体养好，第二年再怀一个，必须生个孙子。我每天每夜照顾女儿，吃不好睡不好，才懒得应付她。有时候我让肖磊搭把手抱抱孩子，或者是晾晒衣服，婆婆都有满肚子意见。在婆婆的搅和下，我和肖磊的感情越来越差，经常因为小事儿吵架。我没有收入，积蓄也都花完了，而女儿奶粉、尿布、衣服啥的都要花钱。每次我问她拿钱都像乞讨一般，拿200-300都要被她和婆婆轮流冷嘲热讽一番。那时候爸妈亲友都在老家，我一个人在佛山没有依靠，而且我天生性格要强，不习惯找人诉苦，便把所有的苦水都默默的肚子里咽下去了。我知道经济收入决定家庭地位，所以呢，在女儿6个月的时候狠心戒了奶，回之前的公司上班。以前我是公司的文员，朝九晚五，周末双休，工作轻松，但同时工资也低。为了多赚钱，我去了销售楼，每天呢打1000多个电话寻找意向客户。扫楼派单的时候，我也是表现最积极的。有些旧小区没有电梯，同事们选择放弃，只有我一个人跑完了10几层，把每个房门都塞了传单。发烧39度，我也不敢请假休息，强撑着精神去上班。辛苦的付出慢慢的有了回报，4个月后我的工资开始过万，并且有了忠实的老客户，会主动转介绍需要买房的亲朋好友。可我的婚姻却开始亮起了红灯，因为做销售，我不能准时下班，经常要参加一些饭局或者是会议，特别是有新楼盘开售时，加班到凌晨也是常有的事儿。为此，婆婆和肖磊非常的不满，认为我不顾家，天天借着上班的名义往外跑。我只能跟主管申请减少加班时间，晚上回到家里，除了给女儿喂饭、洗澡，还要搞卫生、做家务。而肖磊吃完饭就翘着二郎腿在沙发上玩游戏，酱油瓶子倒了也不会顺手扶一把。一天晚上，我让他收一下衣服，他气得跳起来，说我翅膀硬了，竟然敢指使他干活。我气不过，顶了他两句，他便冲过来，啪的一下打了我一巴掌。婆婆见了，竟然说打得好，不教训我一下都不知道天高地厚。1岁多的女儿被吓得哇哇大哭，我搂着女儿，觉得自己真的是瞎了眼，才看上肖磊，
嫁进他乡。第一次我有了离婚的念头，只是很快就被自己压下了，因为我不想女儿在单亲家庭长大，可我的忍让却换来肖磊变本加厉的家庭暴力。离婚的导火索是由于主管的生日，大家一起吃饭唱歌嘛，我怕回来太迟又受到责怪，便提前离开了。恰好一位男同事要去接加班的女友与我顺路，便送我一程。在小区门口，我刚下车就让出来买烟的肖磊看到了，他顺手抄起了一根木棍就往我身上打。我一边跑一边解释，可他完全不听，大骂我是贱人婊子。我当时穿的高跟鞋跑得急了，崴到脚直接摔在地上，他追上来棍子狠狠地落在了我的身上头上。如果不是保安听到我的呼救声赶过来，可能那一晚我就被打死了。爸妈还有大哥知道我被打到住院的事情，第二天一大早开车来到了医院，两家人在医院差点打了起来，我们的婚姻也彻底结束了。我想要女儿的抚养权，可肖磊不同意，我爸妈也不同意，他们身体不好帮不了我照顾孩子，更怕我带着女儿难以再嫁。家里的房是在公公的名下，两人没有共同积蓄，我相当于净身出户。收拾行李那天呢，婆婆一直在房间里盯着我，说如果我敢拿走属于她家的一针一毫，她就报警告我偷窃。我离开时她还跟在后面不断的咒骂，骂得非常非常难听。女儿哭喊着叫妈妈，肖磊抱着她一言不发。我流着泪不敢回头，心里发誓一定要努力赚钱，让自己尽快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抚养女儿。我向公司辞职时，老板看中我的能力，让我到惠州的新公司做负责人。为了不辜负老板的期待，也为了把握住新机会，我带领几个刚入职房地产行业的新员工，拼尽全力打下了一片市场。三年多的时间里呢，我没有一天休息，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4个小时，也试过陪酒陪到胃出血，第二天一出院就继续组织员工的培训。随着分公司的扩大成长，我的能力也一步步的提高。今年年初呢，我被调回总部担任销售部总监，负责整个华南区的业务，月薪4万多。公司的政策规定，副总以上的职位只需要市场价一半的价位就能够放。我在最新的楼盘选了一套128平方米的房子，房子有了，现在车也买了，我该进行计划里最重要的一步了。即使肖磊不找我，我也该找他谈谈了。女儿虽然没和我住在一起，前婆婆也一直骂我是坏女人，教育她不要和我亲近，但因为我每周都和她通半小时电话，见面时都会买漂亮的裙子鞋子给她，并且不断地告诉她妈妈很爱她。可能是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，也可能是我的付出她能感受到，所以女儿和我还是比较亲，很依赖我。女儿在做旋转木马的时候，肖磊凑到我身边，静，我承认当初是我错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这句迟来的道歉我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，却没有一丝的愉悦。事情过了这么久，我原不原谅你又何区别呢？当然有，你原谅我的话，我们就重新在一起，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。我冷斥一声盯着他，肖磊，你是在说笑话吗？一句道歉就想把过去的伤害都抹平，你会不会想得太天真了？离婚后，我为了事业拒绝了几个追求者，而肖磊呢，经人介绍相亲过无数次，也是拍过2次拖，最后呢却没有结果。也是一个年过30的男人，没车没房没稳定的工作，长得矮还离异，哪个姑娘敢嫁？他嘴巴张了合，合了张，似乎想要找理由说服我，又不知道如何开口。肖磊，凭你现在的条件很难娶到老婆，这样吧，我出5万块把女儿的抚养权给我，如果你不同意那就打官司，我有信心赢的会是我。他指着我大声骂了起来，就你这样没素质，动不动就打骂人，有什么资格教育好女儿？你还是省省力气回去跟你妈商量商量，趁早拿了钱想办法再娶个老婆，不然孤独终老就惨了。他气得一张脸又青又黑，却不敢再骂一句。见女儿从旋转木马上下来呢，我走过去细心的给她擦汗呢，喂水，看着她红扑扑的粉嫩嫩的小脸蛋儿，我的心也软化了，想象着以后和女儿一起生活的画面该是多么的美好幸福。果然，如果对肖磊一家自私自利的了解，他们选择的结果呢是要钱，但提出要10万块一次性付清，然后马上去办理手续。我不想把女儿当做一件商品与他们讨价还价，更不想浪费时间与他们撕扯，只要花点钱打发他们，我便能重新拥有聪明可爱的漂亮女儿。这对我来说呢，并不是什么好犹豫的事儿，我爽快地答应了。同时在心底，我还要感谢肖磊一家，如果不是他们逼得太狠，我也不会离婚，找到奋斗目标和生命的价值，可能现在还是被他们看清嫌弃的家庭妇女吧。女人呢，必须自己有能力有经济，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，即使遇到渣男受过伤害离过婚也不用害怕，只要自己不放弃自己，努力拼搏，迟早会迎来阳光灿烂的日子。
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呢就到这儿了。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，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最后呢，想跟大家说，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 Facebook，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。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，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哦。